张老板来了，快来呀！他想干啥呀？这是我们设计部新来的，看看人家张老板这么大热天给咱送水煮鱼来了，还不赶快谢谢老板？张老板好，谢谢张老板，张老板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哎，小姑娘，我的广告是你画的吗？是我画的，张老板，您多多指教。你是学什么的呀？我觉着啊，你不会画画。张老板，我大学学的就是设计。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画一个一天能卖出5000份以上的广告，知不知道？得炸，得火，让谁一看都忘不了，都想起我的张多鱼的水煮鱼，得流口水，想吃。嗯。哎，你是不是没吃过我做的水煮鱼啊？嗯。没吃过。你没吃过我的水煮鱼，怎么能给我家画好广告呢？啊，你吃过，好吃不？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，今天请你品尝品尝。好，张老板，我现在就吃，我保证设计出让你满意的广告。吃吧，吃完以后我保证让你脑子里能想出好的广告。好嘞，我现在就吃。哎，别别别。好不好吃？嗯，太好吃了。